係想同大家咧做幾分鐘嘅平板支撐骨膠。咁點解會有呢個 idea 咧？因為冬天啊，我知道大家咧正準備收爐，就係收起個身材。咁我都明白嘅，但係咧其實咧冬天嘅時候咧，我哋著住好臃腫嘅衫咧，我哋更加應該需要保持住我哋身體嘅曲線同埋嗰個美態，咁先至可以令到咧，就算著咁多衫咧，睇落都可以好 fit 啦。咁但係我都知道咧，冬天係特別冷同埋特別想食嘢嘅，咁所以呢套運動咧只需要幾分鐘嘅啫，咁你就可以咧保持住你嘅身體應有嘅線條啦，應入就入，應出就出。咁其實平板支撐咧，除咗可以訓練我哋腹部之外啦，其實對於我哋成身嘅肌肉嘅訓練都係好好嘅。加埋咧，我加咗一啲動作落去啦，咁所以大家咧短短幾分鐘咧已經非常之有感覺噶啦。咁呢一套運動咧係好適合懶人啦，亦都好適合咧每日都好忙啦，冇時間啦，又想用幾分鐘 keep 住自己 body 嘅線條咧，咁就最適合不過啦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正式開始啦。咁我哋咧而家可以開始咯。咁首先咧，我哋要做咗個平板支撐先。咁咧，我哋將我哋嘅前手臂放落去地下，同我哋嘅膊頭成一直線，然後伸直一對腳 ，pat pat 咧唔應該躝向上，亦都唔應該向下嘅。係啦，你會感覺到你個膊頭去到你嘅腳眼位置都係一條直線嚟嘅。咁我哋咧維持喺度十個呼吸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收緊我哋條腰啊，跟住我哋拎起我哋右腳。然後左腳，記住我哋只係拎起我哋腳啫，但我哋腰咧依然保持係直嘅。好，開始，我哋做十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， 好，跟住下一個動作咧，我將我哋右手。伸直向前落翻嚟到左手，但系我哋咧成身依然都系拉直嘅。OK， 我哋做十下，开始一、二，慢慢嚟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 ，OK， hold 多十個呼吸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你應該會覺得個膊頭都好攰係嘛？七、八、九、十 ，OK， 打側我哋嘅，拉我哋嘅右手向上，變咗一個側平板，落翻嚟，拉起我哋嘅左手，變成一個側平板 ，OK， 咁我哋都係一樣做十下，開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加油啊！五、六。然後落翻去，向翻平嘅。咁我哋做十下開始，一、二、三，堅持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， 非常好 ，hold 住喺度十個呼吸就嚟完噶啦，我哋繼續堅持落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你一定得嘅。好，最后一个啦，将我哋嘅右脚拉向前，左脚拉向前。OK， 一样做十下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慢慢嚟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 ，hold 到十个呼吸就完啦。一、二，支持住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哦。是不是覺得短短的幾分鐘已經覺得很攞命呢？是的，因為我們是沒有休息的時間的嘛。那你會覺得除了你的腰之外，其實你的手臂、膊頭、背脊、腳都非常有感覺。如果你的動作是做得正確的話，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日日真的花這幾分鐘去幫你的身體做一個運動。哇，好正！而且冬天你手冷冰凍的感覺應該都會消失的了，起碼每一做一次。 OK， 好，拜拜。